下面给我们带来的，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看没看过这部喜剧啊，叫《粉红女郎》，她给刘若英配音，一起来听。啊！不是大只是 kiss， 什么 kiss 啊？侬会得讲中文啊？当然我会说的，我已经学了3年了。那你为什么横冲直撞的骑着你家车去撞我啊？而且夺走我的初吻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初吻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啊？而且那个什么锦绣，那个母猪浪响，一个莫名其妙的你，一个莫名其妙裸啊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老外，外国人。说的是太没有礼貌了，关你什么礼不礼貌啊？知不知道我含辛茹苦的守了28年的初吻，本来是想在一个很浪，我帮侬干个地不住啥，你装着陪我就对了。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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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